进攻篮，踹腿的堵击的话，它幅度比较大，其实用正蹬腿可很好用的。来上，是不是？来，一定要正蹬腿去把它利用好的。然后你踢正蹬腿过来，那么可能我用我的鞭腿反击，对不对？或者你踢正蹬腿过来，然后我一格挡可以，我用拳击打，是不是？或者你踢正蹬腿过来，然后我一个也进行一个摔，这些都可以，是不是？